利落熟练的调酒手法，这家位在曼哈顿的知名酒吧里头顶尖调酒师之一就是他，来自台南的詹嘉恩。嗨，我是吉恩，欢迎来到 Angel Share。 我是从台南出生，四年多前来到美国，在 Angel Share 工作大概有3年多，那现在主要是以调酒师为主。为了追寻梦想，居然远渡重洋来到纽约，在这里大胆运用台湾料理元素创新调酒。他将小黄瓜、麻油等家乡味食材入酒，甚至连酱油、蜜饯、梅子粉也不放过。先跟我们讲到这个酒，它叫酒的名字叫是西班牙文，叫做 Venceremos， 它意思是我们最后都会一起得胜，或是我们最后都会一起跨过这些困难，就坚持下去的意思。就是这杯台味调酒让他打败众多对手，成为调酒比赛东岸冠军，下个月即将进军全美大赛。这些东西会让外国人觉得有趣，当你说出他的故事，甚至只是他的名字台南的时候，他就问说这代表什么，这是什么意思，那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更认识台湾，不管是文化或是我们喜欢的东西，北美中心。那也希望今天这次的比赛能够顺利。谢谢报道。